东北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天气正在对美东北部各州造成影响。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等多个州的电力供应系统受到大规模损坏，有超过60万户用户断电。昨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东北风暴在部分地区的最高风速超过每小时160公里。受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目前马萨诸塞州等地区仍有强风和洪水预警。全美停电信息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7日中午，全美受东北风暴影响共有超过60万户用户断电，其中马萨诸塞州受影响最为严重，有超过47万用户断电，紧邻的罗德岛州有大约7万用户断电，缅因州和康乃狄克等多个州也分别有超过1万用户断电。好莱坞影星亚历鲍德温21日在片场不慎用道具枪误杀摄影指导，文件披露，把枪交给鲍德温的男子坦诚，事发前没有彻底检查枪支。事发当时，亚历鲍德温正在新墨西哥州拍摄低成本新片《铁锈》，他拿着枪对着摄影机，误杀了女摄影指导赫琴兹，导演苏萨也受伤。圣塔菲县警长孟多萨告诉记者，事发前片场对于安全过度自信。根据口供，电影副导克斯告诉调查人员，把枪拿给鲍德温之前，他应该彻底检查枪里的子弹，但他没有。当局先前表示，鲍德温拿到枪时被告知这是把冷枪，也就是没有装填子弹或是安全的枪。就像阳光、海滩和迪士尼乐园一样，棕榈树是佛州的代名词。不过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加剧，贡献不多的棕榈树越来越不受当地人欢迎。据报道，迈阿密正试图减少沙滩上的棕榈树，因为他们正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回收雨水方面的能力微乎其微。市林业工作人员说，棕榈树的过度生长正影响迈阿密海滩森林所能提供的物种多样性和环境效益。一项植被普查数据显示，2017年迈阿密海滩57%的树木是棕榈树。根据城市园林规划，迈阿密将种植更多大树，比如橡树、雪松等，而到2050年前，棕榈树的比例不应超过25%。科学家发现，一棵橡树每年能吸收259公斤二氧化碳，回收近2700公斤雨水，是棕榈树效益的7倍。副国务卿麦肯伊昨天在国会表示，美国对台湾自我防卫有承诺，美方联合他国政府清楚对外表明，中国胁迫台湾或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都不会被美方及国际社会接受。台湾国防部昨天披露，今年以来，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已超过680架次，其中10月1日至4日多达149架次。两岸军事对峙短期难缓解，未来台湾所承受的军事压力比以往更重。副国务卿麦肯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麦肯伊指出，政治上来说，美国除了与中国直接社交外，也联合其他国家清楚表明中国胁迫台湾或试图以武力方式改变现状等行径，不会被美国及国际社会所接受。